神鬼幻想这款游戏从名字上来说确实沿用了我们工作室前两款游戏神鬼传奇和神鬼世界，但是从玩法上来讲已经是一个全新设计的手机 MMORPG 游戏。这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高品质的画质的游戏在移动设备相对较弱的运算能力下让玩家玩得更爽快。台湾熟悉我们的玩家应该知道神鬼系列都是比较写实风的，这个系列我们改成比较 Q 版卡通化，就是为了让玩家在手机上能够有更好的体验。神鬼幻想这款手机游戏玩起来对玩家来说是一个大世界的感受，它可以虚拟主城与其他玩家一起互动，也可以在野外与其他玩家一起 PK 抢 BOSS， 享受这种激情和感受。女技师，肯定是女技师。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加班强度最大的时候，我经常带着我女儿来加班，然后大家看着她在那边蹦蹦跳跳的，最后我们的动作就照着她的样子给做出来了。所以如果有玩家在玩女技师的时候，应该可以跟我们有一样的感受，看到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就跟看到我的女儿一样。大家一直寻找了很多年的游戏，令人欲罢不能的游戏，非常牛逼的游戏，适合女生玩的游戏哦，可以无限卖萌的游戏，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吧。好赞爆，最值得玩，惊天地泣鬼神，能带给大家快乐的游戏，特给力，不能不玩的游戏哦，次世代高品质的移动网游，让你欲罢不能。